谢谢县长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我可以回到苗栗，因为我想苗栗对我来讲真的是有非常浓的一个情感。那我想，女性这个角色，其实我来看团队以外，我发现男性在这里是比较特殊的，因为几乎都是女性的团队。那我想未来在这里的话，跟培养一些县长的老人是首要的目标，因为我想好的节目带进来，跟有人来欣赏，应该是我们苗栗最希望期待做的事情。这个也是未来我希望团队能够跟我一起努力的部分。谢谢。那这老板来了。